大家好，我是 Peter，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番茄在育苗和播种的过程中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步骤，由我的太太 Jenny 来担任解说。我们是用番茄的种子育苗，发芽后的第一和第二片叶子称为子叶，它并不是真正的叶子，而是种子的胚胎结构，它们可以提供给植物的营养。一旦幼苗长出第三、第四片叶子，那就是真叶，它们开始起光合作用，并开始承担起对植物部分营养的供给。番茄苗有着一个特性，它们的茎被深埋后，会从这些被深埋的茎上面长出新的根，这些根称为不定根。这些不定根将有助于日后番茄苗更旺盛、更稳固的生长。换盆前，先准备好高质量的盆栽土。如果您是用容器从种子开始培育番茄的话，在把番茄苗移栽到土里之前，最好将它们换盆2到3次。这样做的好处是使番茄苗能够建立起一个更大更强的根系。当我们知道番茄根系生长的特性后，那么从小苗长出几片针叶后，就可以增加一个额外的步骤，换盆。利用这个步骤来使得番茄苗在茎上再生根的天赋得以发挥，从而培养出一颗将来会达到惊人产量的番茄植株。现在让我们回到准备好的盆栽土的镜头，开始为小苗换盆。选一个干净的直径约10厘米的花盆，装满盆栽土后，先湿润一下盆栽土，然后在中间挖一个洞，取出育苗盒中的小苗，轻轻地、逐步地把它们分离出来，挑选出健康的一株，放入盆中，将盆栽土埋至小苗的最下面的一组叶子的深度。然后浇足水，渐渐地通过换盆的小苗逐渐长高，进入少年期了。当小苗长到和花盆差不多高时，就需要再次换盆。换盆的方法和前面相同，要强调的一点是，当放入部分盆栽土后，先浇上一些水来湿润盆栽土，因为有些以泥胎为基础的盆栽混合物在完全干燥时是很难被彻底湿润的。我们把茎上的这些微小凸起一起埋入土中，它就能长出不定根来。将盆栽土埋至小苗的最下面的一组叶子的深度，然后再浇足水，直到水从花盆底部自由排出，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二次换盆。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年期的小苗进入到了青年期，当它长到和花盆一般高时，我们就可以把它们移栽到地里了。
大家都知道，植物的根系喜欢朝着有肥料和水分的地方生长。如果一棵普通的番茄苗不经过换盆而直接种入泥土里，那么它只靠这一段的根系来维持生长，日后很难会有高产的果实。而当我们了解到番茄根系的生长特性后，通过番茄幼苗的两次移植，最终将苗埋到土壤深处，土壤中的温度和湿度会刺激这一段的不定根生长，然而形成一个更大更健壮的根系，它能吸收到更多的养分，而使植株更健康更稳固。移栽番茄苗时挖的坑的深度至少要从盆底到第一组叶子的深度。移栽的时候要注意，泥土也要埋至小苗的最下面的一组叶子的深度。被埋在泥土里的茎又会继续长出不定根来。接下来我们需要给番茄苗定期的施肥。如果您对种植番茄有进一步兴趣的话呢，欢迎进入我的频道观看如何给番茄打汁。大家棒慢的视频，谢谢观看，欢迎订阅分享点赞。 Thank you for watching. Thank you for subscribe.